这是我的晚餐，我种草了肯德基的这个 Double Down 很久，然后我还点了一杯它的这个新品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叫半柠半橘乌龙茶，像这样一大杯，喝看看好不好喝。这个还挺好喝的，很清爽。然后这个波浪薯条是肯德基的新薯条，好像，这薯条不错。拿下来试一下这个肯德基的 Double Down， 它呢是两片鸡排，是没有汉堡的，没有面包的汉堡，然后就是两片鸡排，就相当于是面包了一样。然后中间这边我看它是有涂酱料的，然后有一片大菠萝，还有一片培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感觉热量超高，我吃完要去快走一小时了。对，我的妈呀，翻车现场。好脆哦，这个鸡排。第一口还是只能吃到它的酥皮。还看部剧好了，最近不知道要看什么，亲爱的热爱已经看完了。啊，我们不能是朋友，应该跟了吧，现在好像周日。耶，跟了，看看楚客凡了。好想看楚客凡跟那个女主赶快在一起，虽然我真的很讨厌女主金德瑟。我现在吃到一半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那个菠萝真的很解腻，我好喜欢吃这种厚厚的饱含汁水的菠萝片，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吃的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。好家，我很爱吃肯德基的蛋挞，我觉得是就是葡式蛋挞里面还算不错吃的那种，它也是放凉了还很脆，这塔皮超好吃。